下来跟我谈人。 快点，等等，装车吧。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这是陈家伦的口供。曼娜小姐，你跟我说这些，都应该是特高克负责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。 只想知道印曼在哪里。从陈家伦逃跑的下水道看，他们很有可能已经通过特别行动队偷走了印曼，交给了救国会。是可能。那你们还有5天的时间。 和你们已经浪费了5天的时间。我不想听你们找什么替罪羊这样的理由来解释。这件事情我已经通告了土肥原机关长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还有120个小时。你们连120个小时也不想要了吗？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。 로고시마나 여러분, 돈단지세 군시다. 오늘의 언어를 고수하며 인방을 가시다시 고토가 마스가나르바 스베 독고가니 기어오가스키다르. 我々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でしょうか。こうなれば仕方がない。特戦本部を徹底監視下に入れろ。捜索は続けるんだ。上海にある全ての通路を封鎖だ。印番が見つかるまで徹底封鎖だ。それでも見つからない場合は。 その時は。
特戦本部の人間を一掃する。一人残らずな。中国人、所詮信用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。何人たりとも逃がさん。貴様と私はその後本部へ戻り謝罪だ。最悪の事態を覚悟しておくんだな。特高课最新命令，这里完全被特高课监管，我们在职人员许进不许出。凭什么呀？蓝小姐，您也别冲我发脾气，这是最新指示。哦，对了，要买什么东西的话，需要打报告，有专人外出统一负责购买。跟我回吧，别在这愣着了，把大门关上。是。请。周先生，一直以来我对你都算很客气，甚至可以说有些纵容。科长有话不妨明说。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很惜才，可是比起你的才华，我更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情报处调查过你在东北的经历，你的档案资料几乎是空白的。需要我重新复述一遍吗？不，我不关心了。我也不关心陈主任和王队长的死因是什么。我现在只关心隐瞒。五天，我们只剩下五天的时间了。如果在这五天我们还找不到隐瞒，特高科、特战总部所有人都要死。如果我能救大家，也等于救了自己。周先生，一定可以做到。我尽力，但如果是结束的话，那谁也跑不了。隐瞒在吗？没有，这是空的。
找我，继续找，一定还在。 东西，他们说不能买，你来想办法。进来，萝卜。硬板和胶卷被你转移了，送出去了。可是讯息全部被封锁了，他们没有办法接收。所有的地方都被钉死了，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。 门口加了两道岗，这回鬼子是绷不住了。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上峰下了最后通牒，三个指示：一，因为上海站的工作失误丢失了印版，必须夺回来；二，掩护蓝胭脂继续潜伏；还有第三个新任务，刺杀青木武重。这怎么可能？ 万志超已经没有退路，与敌人多年的较量，使整个上海战支离破碎。而现在，上峰的命令，就成了压倒上海战的最后一颗稻草了。为了在敌占区留下最后一颗弃子，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万志超脑中形成。这个计划，将使上海战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当然。 他会带来很多的牺牲，而万志超自己，也将成为这计划的一部分。以后上海站，全靠你了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啊？一定要！我说过了。 我们所有人都要准备为他牺牲。对了，你上次取回那两块印版的时候，是不是接触了共产党？ 到处都是眼睛，我相信你的清白。可是你已经上了嫌疑人的名单，我们和共产党永远不会是朋友。完成好这次任务，来证明你的清白。 可以走了，下一个。可以走了，假面证。别动。 启动。 走。说，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？你根本就没资格跟我说话，我要见最高层。说。
七美路142号，华德路39号。够了，把这两个地址往上报。其他的话，我只跟特战总部的蓝胭脂小姐说。喂，跟我走，有个人要见你。 这个老东西说，他只和你一个人谈。认识他吗？我说过了，只和他一个人谈。你们也试过了，拒绝我什么也得不到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要不然他们不会相信的。时间很紧迫，要记的东西很多。你仔细听好。万志超对胭脂交代了自己计划的所有细节，精确到每一个时间点。 可能出现的意外，以及替代方案，周全而细密。但在胭脂看来，这个计划里的一切仿佛都是一头困兽，在做最后的挣扎。虽然悲壮，却毫无希望。胭脂明白，这个计划最终的使命就是保护自己在特战总部的潜伏。为此，万志超。 将成为第一个牺牲者。在这个警察局里，有一个是咱们自己人，稍微有点胖，40来岁，他左眼眉角有个大痦子。你出去时候可以把讯息传给他。以后我们给你的指示，登在《中华日报》的寻人启事栏里。还有，如果有一天，你要是走投无路的话。 你就到16铺码头的兴隆行货仓找一个叫苏阿大的人，你就说，是万老舅的远房亲戚，他会送你走的。这原本是我留给自己的一条路，组织上没人知道。如果失败了呢？那我一辈子。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志超。他想要什么？安全。为什么只跟你一个人说？因为他信不过你们。支撑你的十家店，还有美高梅舞厅的吧台，再多的，他就只有跟特高课最高长官才会说。
燕之小姐，你做的很好，非常好。杜边军，科长，带燕之小姐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。是。走啊。 您好啊，万站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我很高兴是以这种方式见面。你还可以继续你的工作，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。基斯费尔路76号。 你先前的很多同事都在那里工作。我老家在河南，当年就是为了想吃口饱饭才当的兵，从中原一路打过来，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脱了军装，我却又转行干了情报。粗人拿针线，这绣花的功夫和你们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没法比。 败是有道理的，不如这样说，任何一个组织，一旦把忠于个人或某个集团当做精神支柱的时候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当然，你们赢了，随你怎么说。好，那我们就说点。 能帮助你的，也能帮到我们的。胭脂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吗？都是小虾米。我想要的是大鱼。万站长，印本在哪里？ 这地方能渗出大鱼吗？这地方只有小虾米。
那您觉得在哪里比较合适呢？万国饭店。去功德林饭庄，订5香烤麸。 功德火腿、素蟹粉、白汁芦笋、罗汉菜。格好つけやがって。格好つけたいのならば付き合ってやればいいことだ。や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。このようなスパイがなぜ簡単に自分の部下を捨てたのか。 万站长，是不是可以谈谈你的条件了？把我的家人都送到香港，在我确认他们安全以后，再把100根金条打到花旗银行我指定的账户上。 这么大的代价，我们能换来什么？你们想要的印版啊？印版2天之内就会送出上海，交接的方式会通过中华日报寻人启事来传递。可是你要的太多了，2天根本来不及。随便，着急的人不是我。 今天星期几啊？星期五，9月27号。哦，就在今天晚上9:25，我有一个接头，就在万国饭店出门右侧的柱子边上。我提供的这个情报有没有价值，晚上就能见分晓。来的是谁？
我打个电话。小玲吗？是我，老地方见。怎么了？你疯了？光天化日之下的。 认识你的人很多，知不知道？那现在要是特战总部的人突然窜出来把我抓走了，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？不许乱讲！走。你今天到底怎么？ 认识这么长时间，连顿像样的饭都没跟你吃过。来，这些我都没关系的。我们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欠你的。现在的苦是为了将来的甜，对吗？ 如果我们现在有能过上将来的日子，你会高兴吗？我带你离开这儿，离开上海，离开战争，离开这一切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现在。 怎么可能呢？我教堂里还有孩子，还有神父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呢。你有我就够了。是我把你拉进我们的世界的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弥补这一切了。接我们的车到了。 Waiter， 结账。先生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您的衣服给我吧。走。 日本人，对，小林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。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，你说过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你就当是帮老朋友一个忙吧。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。
不要逼我，那你就把它当成一场额外的交易吧。金信银行129保险柜的钥匙，只要你把我们送出上海，这保险柜里的东西就是你的。小林，杀人是需要勇气的，不适合你。 开车吧。嘿。 小林，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，他刚刚和宪兵队根本没有权利搜查领事馆的车，你放心吧。拿着这个，按上面的地址，赶紧走。那你呢？我还有任务，等完成之后，我就去找你。 圣经上说过，妻子要听丈夫的话。圣经上还说，丈夫要信守承诺。我会的。